这两天嘛，这两天嘛，我最近还是动你了。收过。我没理解啊。那谁的包？不是。楼嘛没留。没有，地表嘛，那种没空。对吧？爸爸不提，二哥要带俺回来。别后面，地表要下。地表啥样了？哥为啥？我刚一样也为啥？ 哥嘛，哥把人为啥走路，把我们的车也一年的车，他还不行。哥爷，我让白青青去小皮皮呢。没事，第二天去你嘛走路，哥都来路了。比如，没事，哥表姐去。当然，哥爷。怎么，我心中你要，这啥子呀？有可能我没你的了。哦，咱那没事嘛。没事，那个。 别讲了，俺就冒战。妈，这屋啊，这要拆过的，七块半三块四元，是吧？不走啊，别进来呀，干干打开来，没地方。你要拆不比半三块四元，请你来打，七块也给，不老高了，来过路耶。进来嘛，没路难嘛，没事。 没弄表演，阿表妹，没弄毛衣，阿毛妹，阿婆，没弄你要穿，难撇开他们。你摘的这些的裤，晒那撇完，比嘛，明显嘛，感觉你的皮，我看哪里也比你好。大妹妹，初三那，咱们阿奴，你是看哪他的看牛嘛？ 没有吧？温州当地阿水龙王是啥？没有阿勇的，阿水有嘞阿勇嘞。阿弟兄弟不认得的，都得龙没多少钱嘞，哥。